声音博主 CEO 用艾丽的声音去相亲，结果我妈呢经常给我介绍相亲对象，这不今天又给我介绍了一个，让我跟这个男生在电话里聊聊。那聊聊就聊聊呗，不过啊，我打算用艾丽的声音去跟他聊，诶，看他会是个什么反应。你好你好，是吧？那是我以前的名字，现在的我叫艾丽，你也可以叫我叫 Jennifer。 你就是世贤他妈妈为了让我离开世贤给我送来的相亲对象吗？对不起啊，我可能打错电话了。然后很快他又打了回来。你怎么又打来了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是绝对不会离开世贤的。电话没错呀，你不是个、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以前的马甲你要提多少次？都说了我叫 Jennifer。Jennifer， 看在你很老实的份上，我实话实说吧。我和世贤有个儿子叫洪尚恩，只要有尚恩在，世贤总有一天会把我娶回家的。他那么爱我，早晚会离开林品如的，所以你想都别想，我是绝对不会跟你在一起的。哎呦天，你跟品如留件衣服吧，你跟品如留件衣服吧。本配音来自 CEO 道音，小心我扛你衣柜。